那个，你主旋律的跟我跟你讲，大家讲半天呢，啊，本来大家非常的这个客气啊，但是我们三催四请都不来，啊，坦白讲，让我们在这里愤愤不平的，是我们一开始花市长也进不来，那刚政委一开始说好，我们可以等一有请假吗？我们可以等有请假吗？请假在哪里？有没有请假？你请假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你来这里讲的话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是，你没有在这里讲，你跑到楼上的委员会，你好意思在那边讲？你好意思啊？你如果不想开会，我们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所有的官员赶快回你们的岗位去维护治安，去替国家做事，不要为了一个人在这里做政治秀，在这里枯坐。姚委员，在你的哪个官也是指挥官？我没有要跟你辩论，没有辩论，对，最好。你也辩不赢我啊！啊，最好辩辩看，才知道。来，你要不要当主席啦？请所有的官员都离席。部长来，部长来。请媒体朋友也离席，谴责国民党。那今天15位的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在这边等候开会。那郑明忠委员从9点开始休息之后，哦，上去楼上做了一些发言。哦，那我们其实也请了多同仁，请他下来。开会了哈，不应该让委员会的说委员这边哭等哈，那但是他迟迟不下来哈，那经过2个小时，我们要开记者会后，他才来了哈，我想这非常不尊重委员会的运作哈。